非污剂。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卡纸两张、粘土、胶水、水彩笔和高光笔。首先，我们要慢慢地把材料从卡纸上面取下来，然后为房子涂上美丽的颜色。涂色的时候一定要耐心慢慢地涂哦。涂好后，背面粘上胶水，粘在卡纸的底部。然后取出超轻粘土，像这样揉成小团，压扁，按压在房子的上面，做气球的部分。粘贴的时候要跟房子隔有一段距离，像这样一个气球挨着一个气球贴。粘好后，拿出高光笔，画出气球的线。还可以用高光笔画一些背景，月亮、云朵、星星都可以画哦。所有的装饰加完后，一幅美丽的非污剂就画完了。